到七仔仔，嗨，哎，哥们儿，直接藏命加，哎呦我操，怎么拿了那么厚的牌呀、啊？别呀、啊，别刀我，别刀我！他们说没见过狼人赢，赢一把给他们，赢一把，要我选那个正义，赢一把，赢一把，那我赢一把，好。如果让我选到警长，狼人们印证了狼人就能赢。让你选到这、朱大强肯定是狼啊，他刚才回复我的。嗯，又有呆呆，还是猴哥吗？嗯，他有白猪。七号不是我啊，我是八号，谁当我谁报警，谁就是狼。好。哎呦！十二号人闹警长。出家，出家。没有柚子儿，行不行不行，我忘记开麦了，猴哥行不行？跟着猴哥，跟着猴哥，是不是在做狼任务？是不是在开任务？猴哥死不了，应该。别急啊！你说，别急。你刚刚在那？好。哎，谁？大喵大喵大喵，汤道的鸡腿。我猴哥还有拉奇站在一起，我本来想着我说还有个呆呆，没准还是猴哥，然后我跟拉奇就一直贴着猴哥来着，然后我们的位置在祭坛右边那个楼梯这里差不多，然后大喵从祭坛上面往下面一拐，然后就发现拉奇突然之间消失了，大喵是那个专杀，我趟到了拉奇的尸体，全票打飞大喵，过过过。行，我记得我旁边有布布布，有朱大强，有十八 Z， 有宝公公，我们在那个祭坛左边的楼梯啊，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全票打飞大喵，专杀上来以后下来人没了，我一瞅都没有鹈鹕啊，然后会拿那汤的尸体啊，狼人应该没开刀，专杀开了一个小混刀，嗖的一下啊，全票打飞大喵过。就跟叔叔。我也在那个楼梯那里啊，在祭坛左边就是那个灯那边旁边我站着，然后右边的我确实没看到，然后可以再听一下大喵，但是没意外可能是大喵了，过。那就出大喵啊，确实在这把也有专杀，坏娜娜的发言也确实像汤到的，我也没看见，出大喵吧，我觉得可以过了。我左上角是叔叔，右上角是灰大拿，然后我是没有视角的，那这把应该是大喵了，过。哎呀，是这个样的啊，就是我们是复活，我拉吉餐餐灰大拿，我们复活在一起。我那刚刚去了这个饭堂，我吧这好久都是被手刀的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那我手刀一个别人吧，然后我。我就是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情况啊，就我刀的，哥，我和十八岁在一起复活的，然后我逛了趟祭坛，我刚听到拉奇说豪哥，然后往下一走，拉奇就没了，过了，投谁呀、啊？我七仔仔上厕所去了，我给他玩一局。投我！凤凰哥可以啊。凤凰哥，我上厕所去了。不要七仔仔来了，凤凰哥来吧。头哥，哎，你是不是狼凤凰哥？我不是啊，你多叫啊、哦！你好也好，没问题。你告诉我，蚊子在弄我，好烦啊！我不认识。上来报警是谁啊？上哦，上来报警。你别走开，你别走开，安静。我明白了。对。哟，点个灯，点个灯，过来。呆到，不，又是我报的警。嘿，
不关灯的时候，我十八 Z 苏苏，我们三个站在一起，在这个圈圈里面，不不不，从上边和餐餐一起下来到关灯前，然后关灯以后啊，不不不，一个小碎步，唰，给餐餐到了，全票打飞，不不不过。嘿，呆大，我也看见了，跟惠娜娜说的一样，打飞不不不过。凤凰哥就是凤粉凤凰发凤凰。那就出步步步吧，真牛啊，这都能得到，我已经知道七仔在啥身份了，凤凰哥已经告我了，过。哎，不不不，律师律师没有钱吗？不不不不来点凝聚力，投票吧。您走前说一句话吧，不不不，这么能忍，在他的律师到来之前，他不会说任何一句话。他这个图报警前一瞬间能看到，哎，猴哥又这么强啊，缘分呢，哎，怎么声音又变了啊？没变啊？没变了吗？没错呀，就是不不不啊，对吧？我出，咱们在这儿，不不不在这儿，他在这儿啊，王爷是鸽子，啊，王爷，王爷穿雾了，王爷穿雾了，王爷。OK， 王爷是鸽子。OK， 是鸽子，我不。又是我，没待到这次，我能保的是苏苏，猴哥没了，猴哥临走的遗言是王爷是鸽子，他钻雾了，但是王爷。但是在墓室上边，这个鸡腿在祭坛左上角开灯的这里，但是这次没待到，我能保苏苏过。我也没待到，不是当时就是不是关灯了嘛？然后猴哥，我跟惠娜娜站一块，猴哥站在我们的左边，在那个祭坛那儿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慢慢往左挪，慢慢往左挪，然后就看到了猴哥的腿，然后惠娜娜报警了。惠娜娜报警的一瞬间，在我的整个屏幕里面，我只能看到祭坛下面楼梯那儿有一个白色的衣服。我好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朱大强。嗯，那么如果你们的视野里面都没有看到朱大强，那就证明我没有看错。那个时间点能够去动猴哥这刀的，应该就只能是朱大强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屏幕里面只有朱大强，而且没有那个隐形狼，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我有一种洗不干净脏水的感觉。我是出生在那个暂存准备区啊，然后往祭坛走的时候都是黑灯的，是吧？咱们都没有灯。都是暗暗的，然后我从这边走过，刚走到祭坛这里，灯亮了，然后我就看见好像是苏苏，应该是惠娜娜跟苏苏他俩，然后站在那个祭坛子桌子的上边，然后左边有一个黄黄的鸡腿，然后苏苏过去报的警，我是真的是撇都不知道，我感觉我洗不清楚这脏水了。因为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因为我黑圈圈里面没有人，我也没有听到声音，我只听见他们就是在报警前夕苏苏跑过去的时候，惠娜娜跟苏苏他们俩好像是开麦说了啥，我也不记得了，但是当时定格那个画面，我也觉得我像是那匹狼。这么的，你们要想被禁言，送个办卡吧，办卡禁言。我办卡过了一过，把这办卡用过一过，或者飞一阶。这不是我，我的妈呀，我过吧。我累呀，免费进呀！我和十八 Z 全程在一起，我和十八 Z 第一轮就认下了。五年一四八，给他进了。我已经点了朱大强的票了，我不听他的发言。云烟给他进了。被娜娜三轮报警牌，他跟看你们手速在一起，我肯定信的。过。啊，我朱大强啊，那个猪猪不可能动那一刀了，我看到他了，他不可能，他是好人啊。
和朱大强。王爷，谁要娶我？办卡一分钟，飞机一小时，看有没有人想。啊、这把在干什么？夜到明天，昏昏沉沉，真冤呐、啊！开投石吧，我没跟上刀、啊。一二三，一些藏心酒和蓝莲花的海龟。三四，哦，开个投石吧。行 ，OK。不行，你让自己开也行。先开了再说吧。哎呀，我们俩同时好的。狼人是快一秒吗？嗯，他又是报警位。这些暴杀和维持偷谁呀、啊？这次找到了宝哥的鸡腿，好吧，宝哥上一轮和十八岁互保，王爷鸽子，然后我跟苏苏一直在一起，这次又没逮到，说是，然后。那凤凰哥七仔仔应该也是好，只有猪猪公主了吧？王爷上轮不是说看见了猪猪公主吗？能保他在屋里看到的吧？啊，这次没带到，抱的是宝哥的鸡腿，过。不是，我在想，可能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是咱俩的问题。走哪哪死人，走哪哪死人，为什么？我们之前是在祭坛跟十八，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，然后后面不是那个卫士任务响了吗？我跟他，我们就往新派街那边走。然后呢，十八是往共和区去了，我们两个走到了暂存准备区，然后就看到了包公公的腿儿。那么王爷是个鸽子，就只有七仔仔跟猪猪了。而且上一轮你办卡了，猪猪好像本来就是个狼，所以。有位人说他办卡了，赶紧给他进了。其他了没？挂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！娜娜，如果报三次我能信，报第四次我肯定不信了。对不对？但是我也没给你们抱团，我也全程是张单走牌，我也没给你们抱团。他二十五架飞机呢，跟蓝狗这个话我一些某人，把应该跟好人没什么关系，会选择。都会娜娜过了。哎，王爷这边发言了，这波我能保谁呢？这波我能保七仔仔，好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到过他一眼，其他人我一个都没看到。当时我从哪里出现呢？我在墓室上面的那个雾，哎，出来了又进去，出来又进去，然后我从雾的左边宝物室这边出来，当时我就看到了七仔仔，好吧？他是不可能有那个时间通道的，好吧？不可能，我算了一下，不可能，好吧？我这边过。不啊，王爷投的是谁啊？我去，我还想说投七仔仔呢，我加拿大呀，我是加拿大呀。那么在我跟七仔仔里面出，我肯定点七仔仔一票过了。没有啊，七仔仔放哥在我这边是吧？报警为什么不下他啥牌？而且我看一下板子，如果王爷能装物是鸽子的话，那七仔在我这里只能是张呆呆鸟了呀，对是不对？四轮报警位呀，第一轮汤尸体的牌啊，猪猪猪了，没得出了，猪猪全程和叔叔在一起，猪猪猪了，没了，太吓人了，到哪都有鸡腿。王爷，你气慢点呀，我咱们一起，七仔仔就平票了。瘟疫之源，投七仔仔吗？但是我也弃票了。哎，凤凰哥要是跟我们一起弃票就好了，我们坏人一家亲。太吓人了。哎，你真的是个坏人，你就是柯南是吧？啊，我一个我怎么来了？你还踩我出去？我想接下来打人，全是你，是猪猪刀的，然后猪猪从头到尾只有我在出刀，你们把我别人一个个踩出去了，我死的太冤了，为什么我不带刀还要被人进来嘲讽啊？这把啊，虽然输了，但是真的好搞笑，不不被抬出去那一瞬间，我都快笑死了，而且还是谁喊了一首凝聚力不让我点票？金子蜜。气死我了，大气王！我寻思他不逮到你了吗？这两个。
灯到哪个位置？确实是逮到了呀！我看的也是不服啊！他说逮到，对呀、啊，搞笑。啊！欢迎看两段，欢迎乌龙飞，决斗呆呆鸟。OK， 决斗呆呆，决斗呆呆，记得做任务要跑很久哎。反正我是呆呆，我不用跑。红包又来了，又有红包，一百，又有红包，又有红包了。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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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。我也想抢红包呀，说是。不能选择一吗？十三号白板大鹅。OK。鹅不鹅不鹅，我要做最呆的。哎，啊！他一个人往右。我做个任务。猴哥，你干嘛呢？做个任务。做任务。Yes。懂你意思，这把我守护你做任务。好。等等，有没有专杀？哎，我真的。大喵说他专杀。他说这把没有专杀。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我许个愿。黑甲小宝，黑甲小宝是坏的，他穿我身份。嗯，也许吧。黑甲小宝穿我身份，不不。什么什么意思？黑甲小宝说他是复仇，但我才是复仇。完了，这任务不会做到的啊！找个有刀的，这个找个有刀的。这个是那个插那个，就是点旁边的石板吧，左边、右边底下有那个石板吧。啊！啊完了，他死了！我操！我哎，我看一下，我刀的这个居大强是那个先锋切剑，坏了，王爷死了。我跟你们说怎么回事？我是在喷泉和猪猪公主复活了之后，猪猪公主往左边去，我往右边走到祭坛之后，原本拉起我记得好像在祭坛，然后大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只剩祭坛，最后只剩我。大强、王爷三个人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很慌张，我们就站的有一点身位啊。大强跟王爷贴在一起，我是站在右边祭坛门口。这时候，突然右边来了个步步步啊，步步步一走来，大强直接到了王爷，变成了王爷的样子，我把他刀了。这个步步步肯定是他的队友啦，全票打飞步步步挂啊。我一直跟猴哥在一起，然后猴哥在那做修灯，然后我说诶，今天怎么这么久不报警，我说我去祭坛看一眼，我走过去，然后就看到啪哧一个鸡腿，啪哧两个鸡腿，他们三个人叠在那互砍，不踩我。那为什么灿灿要这样说我呢？但灿灿在我这看开的是第二刀，应该是我没看清，我过去就看到放了一个鸡腿，然后灿灿刀了一个，那灿灿这刀应该是好刀，那就排一下外置位的猪猪王爷怎么死的。猴哥是看到我往左边走，还没到就报警了。我跟猴哥一直在一起的，过了。好，大喵发言，我呢说的是谁呢？哎，我搁那个什么王座那儿做了个任务啊，一会儿左上角是有进度条的啊。我当时是跟慧娜娜、十八 Z 还有苏苏，我们几个是碰到一起了，从王座那个位置下到了金白坑的这个位置，在这条路上还碰到了铁甲小宝宝狗狗，然后那餐餐踩的是你步步步嘛？那你这个发言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票你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然后啊，我是个好人啊，我是个好人，过。OK， 我这一把只能保一个人，那就是红粉凤凰七仔仔啊。我跟他，我在前面跑，他在后面追，然后我们从这个祭坛，然后绕了地图绕了一圈，好吧，然后。没有别的，听我后面听吧，过了。我也只能死保铁甲小宝一个人，你跑我追，你插翅难飞，过。你跑我追，插翅难飞的。厕所上我白板大鹅、苏苏、肉汁、惠娜娜、铁好，我们仨全程抱团找尸体，对吧？外面倒了三张牌，餐餐刀了一个，然后。
谁说他是第二个动手？那第一个动手的你为啥不说啊？谁第一个动手的你没看到吗？你说三个人在那里混倒谁呀、啊？你也没说清楚啊。但是餐餐报警卫啊，点彩不不不，那我感觉，要不然就给他点了吧。叔叔，你归个票啊，过。是这么个回事。刚才啊，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应该是餐餐说的是。大强到了在步步来的一瞬间到了王野，然后是一个身份窃贼，餐餐把大强刀了，然后餐餐报警卫点踩步步步，怀疑是大强的队友，然后才动刀，因为他怕双狼他怕双狼双刀嘛，然后直接点的鸡腿。然后我这边的视角是我跟十八 Z 苏苏一起在全图找鸡腿，然后小宝和红粉凤凰七仔仔在一起，大喵在后面，拉奇也在后面，我这边的外置位是猴哥，其他信息没了，过。不不不啊，就餐餐说的就是惠兰娜已经重复一遍，反正意思就是说朱大强跟不不不是一块往他们这边来的，然后不不不说没有，但是我的话会更愿意相信报警人的话，所以先吃步步。还有就是那个大喵啊，待会儿出去没有进度条就可以把他嘎了，他在我这儿其实是个呆呆鸟，先出步步过。哎呀猪猪，我刀的怎么的，站起来的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，起票过。八旗发言，那我想先出步步步，出去好人带刀可以刀猴哥，他都跳起来打了，但是我们等一下一票都没投，那直接投猴哥可以吗？但万一他是呆呆鸟，呆呆鸟没做完任务，算了，先出不不不，我归票我就归不不不，出去刀猴哥，我投不不不一票。然后这个红混凤凰花混凰，他是随机，我跟你们俩后面追了一路，你敢投我？他们眼里没我。你敢投我？猴哥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吗？敢投我？红粉凤凰花凤凰，红粉红粉花呆吧，我就花黑绝刀呆呆他的一吧，他说他是随机，绝刀呆呆，你们能刀得到我？你还有刀疤？我是加拿大，还有刀疤，我是加拿大，你还有刀疤？猴哥在这，猴哥在这，刀我就双刀。一个做业务的呆呆鸟，你看加拿大。你没看左上角有条吗？一路。呆呆鸟拉你。零是我拉的，怎么了？起票过。好你个呆呆猴，浪费了我们的拉零机会。但是想一想，也行，反正就两个呆呆鸟。这样哦，如果有两个呆呆鸟，如果其中一个呆呆鸟死了，那出猴哥他会赢，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另一个呆呆鸟死没死，我觉得他任务应该也没做的那么快，要不就出他。我做完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想出猴哥，做完了，让另一个呆呆鸟赢，我利用他们一手叛逆心过了。我也是想出猴哥的，因为在我说了就是我和王野朱大强三个人在的时候，王野和朱大强是离得最近的，我是在那个祭坛中间，这时候来了个不不不，然后朱大强才动手把王野刀了，然后我把朱大强身份窃贼刀了，然后不不不呢说了他在猴哥旁边，猴哥刚看到他走过来，然后猴哥又说猪猪公主是他刀的，所以我觉得啊，猴哥要么是呆呆鸟，要么是不不不的队友，也有可能是呆呆鸟。但是我觉得投猴哥没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图这么大，你要把所有任务马上做完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我想投猴哥。哎呀，确实是做完了，不好意思。但是猴哥他这个行为给我的感觉，他就是那个做完任务且刀了猪猪公主的另一个决斗呆呆中的呆呆。所以这一轮我是不想出这个猴哥的，我怕他万一真的是那个呆呆，那么就是就在今天了，好吧，我应该会弃票啊，过。我这边一直就是来到祭坛，我觉得出不出都行，我听后面吧，过了。
我不太懂这个决斗呆呆鸟它是什么意思，意思它必须做完任务才能不被投出去。然后我也就听后面的，不太懂这个。我哦，那就这样子吧，猴哥就不管他了，是吧？如果有两只呆呆鸟，猴哥会拉领吗？你们就这样子领吗？啊，对吧？那只有他可能是把另外一只干掉了，然后拉个领啊，对不对？这十八字也挺吓人的，是不是？你们都认为猴哥是呆呆鸟的话，那只有这样子了呀，不然他拉领的收益在哪里？两只呆呆鸟先出他，让另外一只呆呆鸟能赢，可能吗？啊，对吧？然后叔叔是肉汁，惠娜娜全程是跟着鹅和肉汁在一起，拉起的发言铁好，对吧？大喵上来报了加拿大，那在我这边的话，铁仔小宝和七仔仔，凤凰七仔仔啊，那个小宝上来啊，给我跳一首复仇，可恶的十八岁，那要不先出凤凰哥，能行吗？宝公公再留一手，他毕竟上来就给我拍了个身份，那怎么说？叔叔你归个票啊，过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很有好奇心的，我就想看一看另一个呆呆是谁，过。没有，其实我听发言，我觉得另一个呆呆鸟走了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猴哥刀的。反正你要这样盘，猴哥是个呆呆鸟，拉稀发言我认好，大喵是个加拿大，做了任务还有进度条，十八是个鹅，惠娜娜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，三三上一轮报警位。然后呢，十八 Z 说宝公公是铁甲，不是说宝公公是复仇的时候，三三又没点票，意思就是三三也没有跟宝公公撞，那就只能出凤凰哥了呀，那不然出谁啊？完了，出凤凰哥过。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三百万呆呆鸟不出？我现在不出。为什么？凤凰哥不是随机吗？你说为什么？对，很好的呢。随机吗？他说他随机啊，狼是确定的，所以他是好人啊。出他干什么呢？啊？那是谁呢？随机的吗？胖哥，他是随机吗？我不知道。嗯哼，杀一个兄弟们，拉帘已经用了。可恶啊，不在今天。这垃圾，小宝倒一个吧。你拍景都省了。对。你拍景都省了。哎。哎，我没带到。你们说，我没带到过。不是。你没带到，你搁那报警那么快，我阿健都没按，我准备看清楚是谁刀的呢。你没带到，你按那么快，我也没带到，完了。十八应该带到了，他刚刚挨了一下。其他没有了，过。我不到啊，我七月过。嘿嘿嘿，欧哥，我呢，在你们那群人之前，我先挪上去要点灯。这时我看到猴哥在那左右摇摆。反正刀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跟猴哥，然后也不会是报警位的费娜娜，也不会是叔叔。哎，那就从大喵，大喵又说他是加拿大，对吧？所以只能从十八 G 跟小宝这两个人去盘。我还要听一下他们两个怎么说。反正猴哥为什么绝对不是我呢？可恶啊！好，大喵发言啊！我都已经在这个是刮了这个灯之后呢，这个小圈圈，我在这个圈圈稍微偏左一点，这个尸体在这个圈圈偏右一点，偏右一点的位置是有这个小宝儿，还有谁？就是拉奇也在那边。然后十八 Z 的话，其实可以暂信他一手吧，因为他上一轮和前面那几轮他一直都在就是那个发言也挺做好的，所以其实我是想出这个小宝啊过。我带到了，就是在那个一刹那间，我看到一个金光一闪啊，就是你孙悟空啊，给我把孙悟空投了过了。
好像是猴哥、啊。我都真的搞不懂啊，为什么餐餐还有大喵，我都说啊，第一轮我都说了13号位名牌大鹅了，为什么的？你们还能从我和小宝里面选？我不管，我黑化了，猴哥过。嗯？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黑化了啊！我这个鹅在我左上角呀，我这个鹅跳了半，还有这种好事呢？啊，我的，还有这种好事呀？还有这种好事呢？我这这不是是谁呀？那王也是天使呀！小宝说话的。我的王爷，这个我做任务做老快了，完事我上去想嘎他来着，完事他死的老快了，上去就死了他。行，给我整不会了，行，可不是白带鸟吗？整不会，大家都是白带鸟，我受不了。